应该我刚完内关扣几只流浪狗回来，你点点啦，点够如果我会当跟你同款，计点点当作无看到微微这个人，因为我看未过啊。想到咱一家伙啊，爱为着伊，不管安尼大家无欢喜，不管兄弟姊妹起冲突啦。二兄，你安尼讲话无公平哦！你甲大兄本来在冤家啊，是安怎？你要甲话话牵拖一摆？内关，我跟恁二兄无代志，你卖愈讲愈离谱。你拢看到啊，这就是为未来的结果。这件代志也是无解决啦，我保证，咱都要弄家散体啊，这不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好啊，大家别搁吵，拢是我唔对，我跟你回去咧，敢会用的？我想我马上去找话，把代志问个清楚。等我家己的问题解决以后，我马上请伊搬出去，安尼会用的未？上好是安尼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互你管家去处理就啊。大家拢莫去讲，吼。将军，你也坐。你个叫什么呀？这代志敢会用搁拖落去？我知啊，袂当妄动。你到底有甲伟伟讲清楚无？我真全好啦，等我甲钱摕回去哦，应该就会答应。啊，你有紧处理啊？我知啦，我知。你啊，我给你三天。哥，你做代志就是忍心啦！我给伊三天的时间，代志也是无解决了，我都病了。那边让咱一家伙也受伤害啊！我甘愿让内官了解代志的真相。好啦好啦，较细声的啦，唔通叫内官听到。我讲一遍。三更，我等你看。